这是代替熨斗的。บะหมี่แล้วกะเจ้าอันนี้บะหมี่ล่ะ Thank you โอ้这个香兰叶丸了哈要喝的话他们有第二瓶了你们买的是不是就是我也不知道哦贝贝这个米汤很好吃他们的米汤不一样我们这一团一堆人买哦，这样啊！这三个一百，很便宜，超便宜，对，很便宜，而且很好吃。这不一样，请问这个跟那个不一样？不一样啊，口味不同而已啊。这是打抛猪的叶子。对，有点不，没有那么高蛋挞，高蛋挞很来，它的叶子跟花不一样，味道。啊，这是它的叶子。嗯。这么香，我抽叶子啊。香，跟花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好香哦。不能再回去，不能再回去哦。花也有味。菠萝蜜素
这里是瓷器博物馆。那其实比起中国和台湾，我觉得稍微阳春了一点。上次啊，我有去过景德镇，那然后也有去过我们台湾的莺歌，然后据说呢，我们莺歌的货很多都是从景德镇拿来的，批发来的，因为成本的问题啊。弄得没有那么详细，就已经有毕卡索出现了。因为我们只适合画不专业的笔画。没有完全是太好的，给我们稍微一下子就坏掉了。送ออก นะคะ อันนี้เราเอาน้ำดินเทใส่ไปข้างในนี่พอมันได้ความหนาเราก็เททิ้ง就是土放进去哈，那个灌浆，放灌浆的，灌浆，我是灌浆，就变成这样哦。材料那个盖，要把它开锅开，哦就好了。OK， 来那边，你看那边他们做花纹。条纹，嗯，好像像那个你擦子擦一擦，擦，不同的工具，好好玩哦，就是这样弄的，还有这个，可是挂，滚上去的，滚的，OK 来。看到吗？没有贴的时候变成黄色，贴好了变成这个颜色了。哦，是这样，是不一样的。你车弄到看慢走呢？来，再往这边走。这样可以上掉。我这个上了。这釉有没有毒啊？啊，你老黄就没有啊？以前又有加气，现在没有被跑，我都吸进去。1250°C，就变这样了。对，烧起来这样。1200就变瓷了。陶啊，2000才瓷瓷。1600就是。OK， 如果要黑色的话，再加一点。第二次烧，哦，我们那已经第二次烧了。这个都是99块。这好奇怪的植物啊！对呀、啊，他们这边怎么那么多奇怪的植物、啊？因为地方不一样，那纬度不同。对呀、啊，奇怪的东西啊！有一样吗？这是活的耶！